校长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早晨。领袖生已经准备好接收新一批的新人加入。若你具备以下这些特质：一、诚实可靠 ；honest and reliable； 二、副领导才能 ；showing good leadership； 三、勇于尝试及承担 ；dare to try and take； 四、守时尽责 ；punctual and conscientious； 五、有礼待人 ；be polite。就欢迎加入领袖生团队啦！领袖生招募日期是9月11号到9月13号，一连三日，午膳1点半到2点05分，地点是三楼电梯大堂。而今天是招募日的最后一日，大家可以在午膳的时间报名。面试日期就在9月15号星期五放学后的4点，地点是 E601 室及 E602 室。希望你们踊跃报名成为领袖的行列，期待大家加入领袖生这个大家庭。Welcome to join our prefect team.